像太假的了。哎呀，马路布，阿切尔，好吧，这顶好像不太行。我刚看见的时候，明明就还可以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想让我救助他一下。都烦了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嗨 ，K K， 这样会好一点。耳朵那边不太正，我也觉得，还是我直接全部扎了。这样呢，全部压到后面。短发没什么意见了，不好笑吗？还是愿望。该剪短的长度哦，这因为就是有种那种，不知道怎么讲，后面真发露出来。谢思远的樱花，嗨志祥，嗨小峰，嗨 Steven， 晚安维凯，嗨真鱼，大家觉得这种发型怎么样呢？剪短了，对啊，好看吗？再剪掉三个，这里吗？剪到这边、啊，他后面的头发意外的很长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清爽有型，谢谢。长发跟短发，请选择。电视院的荧光棒，因为小朋友看到你了，谢谢婆婆的 love， 好看真的。刚去烫，哎，你烫卷了。短发一票，又开始莫名的投票了。我觉得今天蛮好看的，长发一票，短发一票，要剪清爽一点，所以是短发一票吗？其实日本还蛮流行这种嘛，就是贴脖子的这种发型，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贴。是没长，这里到底为什么会长这样子？怎么样都好耶，好，大家是平跳呢。这个发型比较适合你，认真。好，大家废话不多说，我接下来介绍我妈咪去金山。你知道金山哪里吗？金山买的零食，她买了这个煎饼，跟这个麻花卷，甜的这种。主要是你最近脸很圆。就在我介绍吃的时候，你这样子讲。看小伙子看好你哦，跟 love。你有看你以前照片？没。金山丫头是吗？重点是我妈妈去金山的时候，还遇到阿北上。超好笑的，他那时候拍给我，说是阿北上吗？我说，哎，对耶，有人贴去年见面会这样，那时候很瘦是不是？
怎么办？我会努力的。这样我不敢吃，那我吃这个吧。这个是日本的起司条，还是要吃太卡就。这样就很干，来看一下。嗯，可爱要膨胀。关不会照吃，可以不要这样点中我吗？我会回复到我尖尖的脸。谢谢小峰的人气便当。哦，我说，等一下等我一下，我眼睛进那个头发。我刚记到这个金山，这是煎饼，这是麻花卷，快送一遍吧。这帽子是日本学生吗？是，我真的好热，我要拿下来。这样子，对啊，这是帽子。原来是假发，我以为剪头发，没剪，怎么可能剪？我现在长发，叶小芳翻白眼，脸变圆了。我跟你讲，一定是因为刘海的关系。如果把刘海拨开，我脸就会变长，酷吧？就是刘海的奥秘。短发才八分钟，不要，我就好等下打完。要把那个，我像超像男的，你看。好像男生哦。为啥要剪头？被发现了。啊，好麻烦，哎，一个刘海差好多。那这样变圆，这样变长，这样变圆。因为我本来是想要就是把边边的刘海修一下的，然后就修越修越上面，然后就变成刘海了。它刘海是这样来的。跟你们介绍怎么卷发卷，加假发不错，蛮俏皮。这是可爱的帽子，一只花灯上的浴衣，还有一个月亮子，哦，食物。因为那个短发实在是太热了，不舒服。食物还是要讲究。好，那我来好好介绍一下我们的食物。我们先从煎饼开始吃吧。原来是日本学生，像吗？日本学生吗？很好吃，里面还有那个杏仁吗？哦。有刘海，好好吃啊！
以东东分享。没有聊，我跟你讲，我学乖了。我表演的话，我不想要刘海，表演我就直接把刘海拨到旁边。谁装逼的？我跳舞的时候我不管刘海。很多成员都有刘海，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厉害。谢谢小五的蓝色元宝，你很棒。花生煎鱼很好吃，哦，是花生啦，不是杏仁。看小龙酱，哎呀，乖啊！谢谢渐渐的 kiss 猪猪，花生煎饼。猪我的 love， 嗨艾瑞克，嗨莎，今天怎么不太一样？哦，介绍味道，哦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我觉得很脆，然后有面粉的味道。妆感不一样吗？你确定不是因为我剪了刘海吗？有种花生跟面粉的香味结合在一起的感觉，然后还有那种你知道焦香吗？饼干的焦香，就是煎饼，我不能讲入口即化，不是硬的。听到这个脆度吗？你是为了什么？刚刚是因为我剪了刘海。这样的话还有用吗？我没有配肉肠，哦，因为那时候阿北常在拍，好像在拍摄。你十四岁左右，哇，那么小，那我要回来。我不知道他们拍什么，我妈妈只是跟我说他们在拍摄。其实我不常来，就是还蛮常吃播的吗？
不会啦，一个礼拜在啊，只有假日的时候好像比较常吃过。平日直播时间太晚了，不能吃东西。啊对，然后我今天没有涂睫毛膏，然后眼线没有画全部，画尾巴而已。我是配冷的啦。嗨，博婷，今天播的，今天也是一个小时，明天也是一个小时，明天同样的时间呢？阿布又跟我们说，哎，真的、哦？他说什么？你说生日会的时候，他跟你讲吗？我们最近要播那么快？装什么傻？嗨嗨哥，嗨刘腾，能吃是好事。我刚刚吃一个煎饼，是第二个煎饼。美味。我也不没吃过。有的还意外的好看。吃饼干当午餐，对啊。你要怎么都不多久哦，因为你们知道我最近三年级。学校忙的事情很多，所以我等一下我还要跟同学约。我最近超乖，我能休息就休息，我尽量去找我可以休息的时间，然后只要一有空我就直接回家睡觉。今天的发型很赞。小天睡觉吗？睡觉时间很少，乖小孩。对啊，我们完全没有出去玩。那我最近照片可能都用避旅的。日久成玫瑰。一单有刘海的梦想。哎，有没有发现冬天我就想剪刘海，因为冬天感觉就适合留刘海。嗯，加上最近下雨，然后这么冷，根本就不出门。嗯，我家很厉害，我家冬暖夏凉，我觉得很舒服。嗯，其实你现在四舍五入也算是有六，什么是四舍五入？刚睡醒，我都已经出门玩回来了。要多多休息，不要累。不会，那个外出账号是什么意思啊？
要越播越短，等我习惯就懒得播，好像也是。远看留言吃力吗？不过是不会吃力，只是因为留言会跳，所以我要往上滑。因为我其实本身我有近视啊，只是因为我有戴隐形眼镜没关系。要想办法把两面的边剪下来。我修一下边边好不好？你们想不想看我现场修边边？就是大概这样，这个边边。那我来修修看吧。梦枕是左眼拍是？我觉得我两边都差不多。之前我也问过摄影师啊，我很怕你现场剪坏。不会啊，这个剪坏我，反正我头发长很快。这样舒适。等下截图时间我会让你们调节一点，现在就 free 的吧，这样剪快很危险，相信我的技术是不会出错的。然后拿起你们家的垃圾桶，这样斜的剪下来。截图比较自啊，你连看都没在看，我在看镜子，这样的马尾胡搞彩，这是低马尾啊。嘿，小五的樱花，我要换这边，把这边剪短一点，这样是降上去，看起来应该都一样。喜欢低马尾，很酷。大家不都喜欢高马尾、双马尾？这样，刚刚是垃圾桶啊。然后再稍微修一下油。进到眼睛哦，真的吗？那可以再抓几根就变长了，就这个会长，这个也是长的，这样子。
哎，娱乐癌吗？居然没有用人中剪刘，人中是什么意思？用人中剪刘还是什么意思？嗨，佳音，三十五岁，谢谢晚年乐，要多加几张握手券。然后梅花姐，嗨，佳莹，少在那边刷我的。下一张单曲，你说你的名字吗？我试试看啊。你很硬哎。罐头鱼好玩吗？嗨安安，谢谢小方的荧光棒。哦，鱼很可爱。超久的，我很喜欢吃甜的。没有啊，就刚刚我妈妈买的是这些。今天是直播台，我刚刚吃了两个煎饼。你不要看我这样，我以前直播是不会吃东西的。小方掌声鼓励。好，我嘴巴不会磨到，嘴巴怎样才会磨到？那你用冲水吧的时候，我再来冲我手绢。好，好洗，好洗啊！玻璃碎掉，不是，是那个，是这个饼干掉下去打到这个玻璃，太浮夸了吧！琥珀一琥珀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牙齿碎掉的声音，喂。立北。为了身材都很少吃饼干吗？我也是最近开始吃，因为我妈是我们家是不会那种拿回来囤货的，就有去哪里才买那边当地的特产回来。以前都直播吃午餐的，还蛮方便的。花生糖樱花，快完食了，有点饱。这二十寸替换掉听五十，先不要哎。花生糖的樱花，
我个人是觉得没人可以超过我的。对了。好吃好吃，你现在要拿那个淋巴打黏一下，但我怕长蚂蚁。蚂蚁不要来，太刺激。哎呀呀，你觉得我要把那个刘海带回来？就多了很多什么？多了很多小粉丝。先这样绑一个，绑一个。蚂蚁，先不要哎，先绑一个小小的包包头，我在下面绑起来，刘海抓出来，抓好。这样子，把头发抓一下，你看他们这边很长，我也不知道什么，戴上去。瞧一下，对，这个发饰好像有点不行，完蛋，还往后，往后就看不出来，这样。脖子上脖子下的风格也差不多，梳一下这个刘海太乱，这样子。谢谢短发，对啊，下一秒我才刚戴好而已。可以想去找看，你可以去网上找看，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到。那我截截图，然后让我补补妆。我刚吃那东西掉口。嘉阳，谢谢嘉阳的 love， 嘉阳的玫瑰。Yeah. 好，突然吓到。这样子吗？后面露馅。
某某拜拜 ，OK， 拜拜。这样图有接的好吗？谢谢四季的玫瑰，谢谢玉凤梨花，办法也好呀，是吗？是吗？保镖，刚刚一路才刚走哎，谢谢亚妈露布的 love 修行，我很怕饼干掉那个叔叔，这麻烦。所以真的部分只有刘海和须须，部分是什么？刘海跟须须，雨露是回归还是回归？对，我懂你，懂你的意思了。只有刘海和须须，没错，其他都是假的。我其实是光头，没有了。嗯，真的的头发，还是其实刘海看起来像假的，卡卡的，现在吗？现在会卡卡的吗？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？Are you kidding me？ 不会卡完就好了，在等优先回归，所以在等优先回归。这发型有点潮，是吧？我也没想到我会有剪出这种头发的一天，但我就是剪，我就是有一件心情潮。哦，我剪了刘海好了，哎，他们头发好像有点太多，剃掉好了，就是这样。以后改开三天，没有没有，这个礼拜心情不同。这发型我真的，真的假的？好意外哦，其实很意外。我晚点也把刘海变肉肉那样，肉肉，你哦，你要剪肉肉那样是吗？那你现在是怎样？没有刘海？怎么不开三天呢？就三天一个小时，或者是两天，然后一个半一个半这样。跟我高中暗恋的女生，你高中暗恋的女生长这样子，那也太好看了吧？没有，看一下，我还突然卡了几秒，哎，真的假的？嗨，蛋蛋，很好笑，心血来潮就剪哦，对对对对，没错，阿哲你说的对。这样可以唱那种短发短发姑娘，很久没有会唱歌了。这个适合这首短发吗？因为超小才国二，其实还好，他之前更小。谢谢来考点的发型，谢谢。嘿，这次我们有多久没见面？逛街没我陪伴，会不会孤单老年？高中的时候，你脱衣的坏习惯。被你拖累的我知道要发展。
说，再熬夜你眼圈又眨一圈，没有我在身边是不是清静了些，相信每一次失恋一个电话就出现，不知不觉我们认识好多年。对，他之前才11更小，所以我觉得他现在蛮大的，就露那种刘海，结果被打散。你喜欢就露那种厚厚的刘海吗？165以上是喜欢的类型，165以下就是适合当朋友的类型。一脸高姿态，其实你都懂我，却总不说喜欢，让我来猜。默契的我们却总是心跳不喧嚣起来，我的每个小心思，我说你都能。适合当粉丝的类型，残酷的界限没有啦。其实16下164，我应该差不多1345差不多。这次我没有多久没见面，逛街没我陪伴，会不会孤单老脸？高中的时候，你拖延的坏习惯，被你拖累的我迟到要发展。说再熬夜黑眼圈又加一圈，没有我在身边是不是清静了些，相信每一次失恋一个电话就出现，不知不觉我们认识好多年。隔壁班的男生个子很高，他说也很时帅，不如铃声一响就陪我去操场走起来。现在他们找男朋友是这样吗？谢谢小五的蓝色月漫，谢谢波波的蓝色月漫。习惯是怎样习惯？应该是我自己习惯了嘛，应该是还需要一点时间来习惯。不可以。行，是不是你？太美啦！你自己都不习惯粉丝怎么办？粉丝也要习惯啊！回到最原始的我，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？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，不能再和你相约，你是否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？当你的眼睛眯着笑，当你喝可乐，当你吵，我想对你好，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这么好。嗨，不过为什么要特别公告喜欢的类型？我没有特别公告啊，就只是我题目里面刚好写了这个，然后刚好抽到了这个题目。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？我喜欢跟你们讲哦，如果我跟我当朋友的话，我觉得双子座很适合跟我当朋友，真的是双子座非常适合当朋友。
你很漂亮，谢谢。他特别打枪我的题目，你是多想成为喜欢的类型？真的吗？我好像就几题而已。是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才对？好，男生吗？女？你刚是你想把我当男？箱子柱超赞的，谁不想成为喜欢的人？也是。嗨，我是张宝宝。那你喜欢我吗？我喜欢大家。就是如果是粉丝的话，我是不看类型的，好不好？不管高矮胖瘦，男女老少，我都爱。My fans， 我母羊座，母羊座也可以啊。不能当你朋友，不然就是有。等一下，这个逻辑好像有点不太对。我不喜欢直接被删掉一个粉丝。对，没关系，我也喜欢你，有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到底有没有讲清楚？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痴汉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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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吃可以啊，一起吃啊。我被归类在不会喜欢的类型，不开心。没有，你是粉丝，粉丝有特权。记得帮你公放有吧。你那隔太远了吧。我也喜欢 TP 的大家，我也是。我是来一，每天都是星期几，赖在家里学书来。Only today 的预告，我没发。然后就撩头发，我现在有刘海。因为确定了，猫猫不喜欢你。我没有讲过我不喜欢的类型啊。没有，你这样太极端了。不是，没有喜欢不代表不喜欢，对吧？透露会惊讶的秘密，你说你喜欢三 D 星，而我多了一个 G， 就像 L O V E 去掉一半变 lonely， 我在默默等着你，哪怕九年未尽，我的爱不过期。重点还蛮受女生欢迎，是吗？爱干净的程度是亲戚阿姨才不是。自家公开讲的，发 ID 确认的。公开讲什么？我没有公开我不喜欢的类型。怎么可能会有不喜欢的类型？就是你在路上，他再怎么长得不合你胃口，你也不会讨厌他吧？我女生跳不起，因为我到哪里都有女朋友。都女生朋友。你是男生还是女生？你是女生还是男生？今天刚刚3:34，自己要公开讲，不行吗？这样不好吗？这样不好吗？我喜欢上放啊，谢谢宝宝男生。真的、那你还女生，很多女生朋友，你是不是有点姐妹的感觉，给人一种姐妹的感觉？不会，看不到不顺眼就是不喜欢。所以你会去讨厌他？因为我不会乱讨厌别人，就少我一个粉。好吧，爱李天天，爱阿佑，爱金佑。还有弯，你一说喜欢心脏，然后他的肝要罢工，对啊，很好笑哎。喜欢碎点一，我就爱上了精灵，预知了所有运气，换一次改了老底，伪装的不在意，我假装很佛系。
是第一的甜蜜。渐渐大走心，好很笑。好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第六一下也可以。感觉是最重要的，感觉是最重要的。第一不是喜欢心脏，不然它是什么？嘿，仅有的蓝山云吧。有啊，早上我在那集旁边看他的快问快答影片，然后我就说心脏是什么啦，然后他就对我这样，他就笑而不语，你懂吗？不是大家都问五官吗？谢谢我一八三，看来不是姐妹的类型。通常都是问部位，对啊，不是问五官吗？那有人在问器官，我看到了。哎，姐，你到底是什么问题啊？如果去楼就赶快人进来坐坐好吗？我来念一下排名，看第十名嘉阳，第九名健健，第八名晚年，第七名明真，第六名金佑，第五名 Popo， 第四名 Steven， 第三名季尾包，第二名庄丽小五，第一名小峰。应该是我个性的问题，这样你才是有比较透露出自己女性的一面。我的身体每个器官都喜欢，缺一不可。我也是，谁不喜欢啦？爱花生糖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应该有选心脏。喂，他播了吗？还没，在七分钟。那我下次念榜不念你，行不行？不喜欢我多出来的指甲，多出来的自己离开。你说你剪指甲啊？你是那种？因为我如果是我朋友的话，他们就是很习惯咬指甲，就会把指甲咬得比肉还里面，就是肉会这样出来包住指甲，你们知道那种吗？他说那种就是咬指甲的人通常就是比较没有自信跟他咬指甲，不然就是有点压力太大之类的。嗨瑞瑞，可以啊 ，OK。懒得剪。哎，我有时候也懒得剪，我都拖很久来剪。有心脏才能活，可是你没有其他器官不一定能活。不喜欢类型上班就不要。等一下，今天真的很好笑哎，好恶心，什么好恶心？哦，你说那个指甲吗？真的对，真的大啊，真的不要咬指甲。我以前看到我朋友咬指甲，我就把他手打掉。我的指甲还蛮漂亮的。我不能怎么样动我的指甲，就是短短的这样。谢谢北极星的樱花。反正我已经不记得。等一下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出了什么状况？久没见面，逛街没我陪伴，会不会孤单聊天？高中的时候，你拖累的坏习惯，被你拖累的我知道要发展。嗯嗯，我说再熬夜，黑眼圈又眨一圈，没有我在身边。我也是短短的，就把他们的比较好。就我也不喜欢太长，然后因为我觉得如果要长指甲的话，就可能要
断你的腿。讲那么可怕的话，高姿态。其实你都懂我，却总不说喜欢，让我来猜。默契的我们却总是心照不宣，笑起来。我的每个小心思，我说你都能明白，一想到你呀，烦恼都抛开。你之前不是说你要去推累积吗？你可以去推累积。刷个图纸啊，不行啊，所以我就都不会涂指甲油，所以我也不会留长，因为我觉得留长的话没有指甲油很怪。高中的时候你拖延的坏习惯，被你拖累的我知道要发展。我说在熬夜黑夜圈又加一圈，没有我在身边是不是清静了些？想起每一次失恋，一个电话就出现，不知不觉我们认识好多年。去看完 QA 了怎么样？我们高中有个也是很爱他，又胖还不是交到女朋友。对，我很多朋友很胖，一上来是就是会讲话。我觉得那个字幕我本来是没有要那样子打的，可是因为我讲成吃，所以我就只能这样子打。可以合法转退了。截图完了吗？刚刚截图了，怎么了？你还没截吗？让你截一下。大家上课去，我也要去上课了。拜拜。浪漫的约会，不害怕搞砸一切，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。亲爱的，爱上你从那天起，甜蜜的日记。当然啊，骗你们的。拜拜。哎。